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就是当自然的介绍了女明星身边的男性闺蜜之后，很多女生觉得很羡慕，好像男生的闺蜜跟女生的闺蜜功能不太一样，可以聊事情功能也不同哈。那今天陪伴我们的是 hold 住谢依霖哈，你有闺蜜吗？我有啊，我就是只有闺蜜，到处都是闺蜜。男生的？ 男生女生都有，我是通吃啊。所以男生闺蜜的定义是互相看过对方裸体，泡过温泉。他们都不让我看他们的，但是我就是四方朋友都给看。你随便也大家看。随便，因为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那你这集就裸露主题。大家 OK 吗？ 闺蜜来了，然后呢，四位女生她们身边都做了一个背对我们的男生，是他们的闺蜜。伟如，你这个男闺蜜是看过你裸体的吗？对，就是看过我的胸器的。哦，对，是你自愿的。因为对他对我来讲，他真的是让我一个还蛮能信任，而且可以教我很多女生事情的一个男性朋友。他今天愿意来聊很多他自己的事吗？他还蛮愿意的。啊，那万一就是聊太多怎么办？聊太多，帮他剪掉。对，好想剪啊，就想。他就想讲，趁机真有。因为康熙不知道怎么搞，会吸引很多人来讲不该讲的。对，永远都会聊到那边吧。因为经你带来的闺蜜，你们互相看过裸体了。今天就是机，就是基本。
也有餐厅，看起来像书法大师。背面得一支毛笔吗？没有没有没有。田力跟 S 还蛮有火花的，是吗？就是两燕心啊，他有到燕心的，只有你，只有你，我想也是嘛，你是宇宙唯一燕心了，那是必须的。都跑了，你看丢不丢人啊？田力很像女王的，甜甜带了一个。我跟你讲，我是邪心，你是邪心，我是邪心，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你啊。他应该没有看到过你本人吧？啊，甜甜，你旁边这个男生怎么样呢？他来过康熙，他来过，然后好像被我们严重的攻击过哎。啊，其实还好，因为你们开创他的事业第二春，很多歌仔戏找他洽谈哎。他是 S 姐啊，我帮他开了一条路。对，所以他回去没有哭。他回去没有哭，他只是问我们大家说：“真的有像吗？”但我们就觉得真的蛮像的，然后韦如带那个闺蜜更可恶，她一看完就是跟我说：“我跟你讲，她不是，她觉得她讲得很像叶青，本人，夸你，真夸你，歌仔戏的化身就对了。”对，哇，韦如，你这个闺蜜其实本人也常常上自己的节目，对，她其实就是半个艺人，但她是一位蛮有知识的专家。OK， 那我们都问完，那范冰冰，你有带你的闺蜜吗？哇，你对，大家好，我是冰冰，我的闺蜜。我认为你不是在扮范冰冰耶，那是汤唯吗？我没办法讲嘛，对不对？大家都说像，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好接受。你只是我微博上的一张照片，对，因为很多人都评论嘛，就说什么以为是陈汉典，那我们就只好顺水推舟嘛。对，因为他脸窄窄的，其实扮女生的时候还挺好的，蛮不错的。你们一定要这样得罪汤唯吗？已经收不回来了，开个小玩笑，开个小玩笑。好，我
如，所以你这个闺蜜今天愿意来，就是愿意被问很多私密的事。对，她还蛮，她平常在节目里还蛮端着架子的。她其实私底下也很端着架子，你真的必须要就是跟她熟到一定的程度，她才会有疯狂的那一面。OK， 嗯，她曾经为了你，就是没有穿外衣，戴了女生的胸罩，然后被百货公司的欧巴桑看见。对，她自己穿了女生的胸罩。对。因为好像他就是很喜欢这样，有些人会，他私底下有女装，因为那次真的是一个意外，因为他很爱陪我买内衣，没有什么男生会意外的把胸罩套到自己身上，因为他真的很了解女生，因为我的胸部 size 什么形状他都知道，那基本上我买内衣的时候都很习惯带他，那应该是你自己试穿，怎么让他？因为我不会瞧啊，就是他对每一款东西他都有要求，哎，没有用，怎么会瞧他自己的？因为我叫他示范给我看啊。他本身胸肌也很大，对，他是少数他那个领域的人里面，好像最想要维持一个形象公主。哎，你不要小看他，哎，他可有60万粉丝，哎，对，很可怕，他粉丝人数比小甜甜还多，他买广告花了很多钱。不用买，好了，伟如，我们要把他转过来了，好，来，伟如的闺蜜，请你转过来吧。我觉得真的是啊，你干嘛害羞？没有没有，我因为其实刚刚讲的那些话，我真的要深跟。有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有发生。你没有穿上衣，然后穿了胸罩。不过这个是有缘由的，我要跟两位大人申冤一下。大人。对，因为其实那时候伟如很喜欢找我去买，陪他去买内衣。第一个呢，是他希望我可以帮他就是杀价。对，杀价内衣哪可以杀价？哎，他的脸很好杀价，你知道吗？真的可以杀价，因为真的很多师奶级的女性观众朋友们都认识 Sam 老师，反而不认识我。大家看到他之后都会说哇 ，Sam 老师，然后都会说给他打折，所以我就很爱带他出去。第一个可以打折，那第二个呢？是呢，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我每次穿内衣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要去解这个后面的扣子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难解。然后我就说，那你就这样就好了。他说他就是不会啊。然后某一天他真的把我拐到了百货公司，然后就进去了。然后那个百货公司的帘子呢，更衣室是一种布帘的。然后我们就陪他进去，然后他就说，你看他先穿给我看哦。虽然他说，不过我还是不会，你穿给我看好了。我说这种怎么可能？我穿给你看很奇怪吧？那有人在帮女生试内衣的？是啊。他说没有，你就帮我试，帮我试，我就帮他试了。等一下。这个中间的转折太奇怪了，中间不是说不可能吗？中间有，不是等一下，中间有一段过程是他一直念，我一直念，我说好，那我就试这唯一的一次，因为是我里面都有习惯穿一件背心的内衣这样子。你穿胸罩一定里面会穿一件背心，没有不，我自己本身他觉得这样行比较自然。我穿衣服的话，我就会穿一个内衣，因为我小时候会流汗等等。然后呢，他就说，我就说，那我就隔成白色的背心，帮你把胸衣穿在外面。当我穿上去弄好，你就把白背心也脱掉了。也脱了，因为在更衣室只有我们两个人嘛。所以你就是你 enjoy 呀，没有 enjoy， 他根本拦不住你。你当下是开心的吗？我没有开心，然后我就穿了，然后我就说，来，我教你，你要学好就一次哦。我就说你要这样子怎么解？对，他就反手给我看。哦，这样就可以把它解开，那你怎么穿会比较舒服？当我在反手扣这个扣子要解开的时候呢？好死不死，那个阿姨进来了，她跟阿姨，我就你根本就跟她串通好，她就叫阿姨说，待会还有什么尺寸要拿进来给我，就阿姨一拉那个布帘，因为那是布帘，它不是门开的，然后就阿姨一进来，然后就冷笑，然后她竟然笑很大声哎，她说哈哈哈，是你好丢脸哦，你真的丢脸死了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然后阿姨她也是没有讲什么，她就这样冷冷的笑，然后阿姨还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她说啊尺寸可以吗？是啊，后来我发现余光，所以阿姨一定是认为就是 Sam 拜托伟如替他去当照，我觉得有被这样子照了。然后后来我发现余光一瞄到他的手，他的余光刚好是在拿手机准备要拍照。我根本我今天有把那件胸罩穿来吗？整件事你跟我，他就是穿胸罩要故意要拍我的照片，拍下了没？来不及啊，动作太快了。我超快的，我一解就脱掉了。所以我们下次扮男生穿胸罩比赛，你就会赢啊！对呀，超厉害的，怎么可以这么熟练呢？因为我以前有在教，常在开嘛，按摩一些要怎么穿内衣才是正确的。对，所以呢，我就很快，我宁愿给阿姨看到我全裸上半身，也不要让阿姨看到我穿胸罩。王丽小姐带的这个，你们认识几年了？十几年了吧。啊，所以当初认得是因为工作吗？没有，去他餐厅用餐。曾经进过金融对行业，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啊，所以现在他的工作是哪一方？还是餐饮。
还是蔡依林？对，好，我们请他转过来好不好？行，转过来吧。Tony 先生你好，所以你现在是西餐还是现在专门做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哎，而且是个人的工作厨房。所以你跟田丽上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的事？没怎么，没有吵过啊，没有吵过吗？啊，哦，所以口角也意见不合的时候呢？虽然他比我年长，但是我会以像他的长辈骂他，哪一种凶？像长辈训孩子一样，说他搞不清楚哪件事情之类的。对对对对对，有某些观念不对不对什么什么。所以他什么观念会让你很想要纠正他？他的情感方面一直没毕业。他的情感爱情学，他看起来很成熟啊。那不一定了。所以他情感方面怎么样？没毕业的定义是？他还是很沉浸在一个怎么讲？罗曼蒂克那种很琼瑶式的那种世界，这不算不正确啊，不太务实。都几岁了？几岁也可以崇尚爱情？听起来可能是田丽怕他被骗这一类。对呀，不要再受伤害了。所以他常被骗吗？嗯，蛮容易受伤害的。所以他会哭着跟你说：“我到底要不要传简讯给他？”这样子，哎，之类的。啊，哇，看不出来。Tony会这样子是吗？哎，这么 man。Tony 身负闺蜜重任，田丽感情全靠他。田丽现在的感情状况是经过你认可了吗？老实说，没关系。你有在担心一些事是吗？就嘴嘴，没错。你担心什么？担心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星座的关系。星座了，你应该是研究生肖吧？就是任何一个，就是只要感情比较脆弱的，就是每一次失恋一到，唯一一个问题说，我现在要不要找他？刚刚讲了再多大道理，所以我现在要不要找他？那我刚刚前面讲的是什么？所以那个人到底要不要找他的时机点是说，对方已经跟你提出分手了吗？提出分手了，或者是已经就是劈腿了，任何感情的裂缝就是破裂。如果劝阻，他真的就不找对方吗？会，不就会听你的？他自己也累了吧？嗯，累了吧。Tony，你会听他的？会。哇哦！所以如果他如果没有劝阻你呢？他如果说 go ahead 就是你打呀，因为我心里面也明白啊，只是你需要一个人制止你哦。OK， 所以田丽自己不会有感情状况需要你向你求救。他，你也不敢讲，他很凶，不好说。他很凶，他很凶，所以不能乱讲。所以他不会有感情脆弱的时候让你看到。有啊，是他会表现的怎么样？还是很凶，是咒骂那个男的吗？没有，完全不会啊。有哭吗？没看过。你没从来没看过他哭？对啊，没有，他没有看过你哭，这闺蜜太奇怪了吧？对啊，因为我不会哭啊。哇塞，为什么要哭？你会躲起来一个人哭？很少。你就是一个不爱哭的人。是戏里面哭完了。Okay。 拍戏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的。他就是一个演戏生化人。所以，田丽现在的感情状况是经过你认可的吗？老实说，没关系。你有在担心一些事是吗？他就嘴对，没错。你担心什么？担心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哦，也是。担心的是一样的。你担心田丽交往的人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对，是吧？他这个担心是正确的吗？正确啊。你交往了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啊？我基本上交往都是长不大的。小鲜肉，不是外貌，对。没有扛起成家立业的想法吗？也不是哦。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星座的关系。星座，星座了。你应该是研究生肖吧？只能短处吧？我为什么是把他往那个？传统艺术那边推了，其实他就会了。不，捏面人来两次算命。他看起来很像会拉面的样子。所以怎么了？他那男友什么事让你不放心？上面有好几个姐姐，他是老幺，就一个男生，这个是他环境的关系。对，然后
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双子座。然后你们俩在康熙这样讲他可以吗？对啊，无所谓。因为那个也是一位演员吧？无所谓，是公开的了。对啊，公开的长不大的孩子吗？是没有公开那个，不是公开身份的，所以长不大就算跟人家核对起来，就会知道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可是不是说马上要去日本结婚吗？谁说的？报道。对啊，报道的话你良心。他就问你一下，要聊天吗？聊天吗？好好聊聊。那时候他也上过封面那个头条啊，水果报头条啊，是说我离婚后我交往了一个亿万男，就是他亿万男，所以讲的就是他呀。你很亿万，亿万不是他有亿万，那就让他被骗一些钱也没关系啊。没，就是你报纸话你也信了？你到底要信什么话？就是只要旁边人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事情就好了嘛。报纸话你也信？谁说我要去日本结婚呢？没有。好了，不要这样。也怕甜蜜欺负我。不然怎么办？林维君带了一个来，你这位闺蜜是多久的闺蜜？外籍人士吗？她就是一半一半混血。我跟她认识大概也有七八年以上。OK， 好，我们要把她转过来了哈，来转过来。来过一次啊，对啊，对不对？来过，而且出去玩应该很会碰到吧？看是要到哪一区啊？哪一区？哪一区？台北知名 DJ。哪一区比较常碰到你？就那个信义区。所以你一个晚上可以跑几个店？没有，我就在一个地方放两个小时，放完我就也够了。放完我没有那么爱钱，也醉，好嚣张哦，也比较懒。你没有去他的店里玩过？还没。他就你敢说你没来过？哦，很敢讲你没来过。是哪一间？你很敢讲？看哪一间呢？还问哪一间？有一次电影的那个首映之后，他的眼神好恐怖。很久之前了，对不对？对啊，对，很久。对啊，那你干嘛说？那一天也是我放的啊。因为太久了，你知道，他里面玩就放在心上，灯光比较昏暗。他眼中只有妹啊，没有灯光比较昏暗。所以我们在现场工作人员，不管是 bartender 或者什么，都不会光，就是你都不会放在眼里，是吗？他不会，不会。而且 Jimmy 他这类活动都喝醉很快，哎，真的？对啊，他都真的放开来喝的。OK， 那其实我也是就是看到他一次，就一次，就一次而已啊。那还所以他这么用心的音乐，你没在听？有啦，那他们那天放什么歌？没有，不勉强。五年前你会记得吗？我就忘记了。不勉强，你要问烂笑话。五年前，对啊。那你们知道什么？还有笑话？小女生跟小男生猜一句成语。小女生跟小女生小男生很可爱，这个题目很可爱。答案是。他冷吗？你为什么要开黄腔？可以，我可以先走了吗？小男生，你看啊，女王要被气到，不是已经冷到不行了？我也那个感冒了，我感冒，真的很下流哎！对，这个很幽默、很可爱的小不觉得。那哪一个古代的英雄喜欢租房子？今天也是他。我知道今天怎么了？周楚除三害。对，因为他喜欢周楚。真的，真的惊喜了。赶快熬过去！再熬，再熬，还有30分钟，再熬一下就好。而且我的闺蜜还没有正脸见过人。对啊，还有给她一点机会。需要吗？要见一下，见一下。她今天脸有没有松一点？跟你讲，她昨天一直跟我讲说，你绝对好像就多打一些。我想说，你都这么宽了，还要打？对，太不要笑太大。好，我们要把她转过来了。好，来，请转过来吧。我昨天只有说，我今天妆要淡一点。你今天还想要打？他说他想要把这个弄掉，消讲一堆。对，没有，你这里还要再？没有，就是一个比例的问题。想说，是不是要消一点会比较好看？这里已经有一个行李箱在里面。对，他想要变成峨眉停车场。没有。你上次来有受到伤害吗？其实他不会，因为我觉得反而那个 range 变宽。什么意思？因为是说，因为我其实都在做被羞辱的实力变高。不是，因为那个年龄层啊，本来就是可能只有在18到28啊，然后现在就是变成是可能有点到
28到30、40都有。你说欧巴上门比较喜欢，欧巴上门比较喜欢，下巴比较。不是，我觉得应该是你们这样比较喜欢看歌仔戏。你们节目是吗？因为可能就是那位大姐比较久没有出来，所以很多婆婆妈看到她都直接叫她杨丽花。对，我真的，对，她就直接叫杨丽花，杨丽花，这就睹物思情。对，就是好下巴，杨丽花，杨丽花，然后就跟她拍照。所以你唱过歌仔戏吗？没有，其实一点都不会。对，那现在很多人来接洽吗？蛮像的，有点像。你姐真的像，像叶青吗？像叶青还是杨丽花？杨丽花，是哦，哇，有点像，还是你就，所以你森田是照杨丽花的脸型去弄的吗？没有，当然没有。我只是把我原本的自己再加分一点点。上一次森田来康熙的画面播给他。你现在的身份是学生吗？不是，我现在身份是 model， 然后在北京其实就是有录一些节目，美容节目这样子。你现在的身份是 model。可是森田危险的地方是因为他现在成为专业的美妆老师，所以他很有可能迷上微整形。我必须坦诚，其实你也微整形？对，这我很大方。对，很多吗？其实还好。面具拿下来，我们会觉得是一个整形鬼吗？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一、二、三。说你有整形，你知道吗？我其实很大方。你到底想怎么样啦？不是，因为你知道吗？在那个期间，那我必须先来讲一件事。我心跳的快闪过。不是的，我必须讲一件事。我帮你，真的，我一定要把你介绍给杨丽华，她这个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的那个啦。什么怎么会用我的脸啊？对啊，森田脸颊太丰了啦。对，你我就是因为是珠光，真的是珠光。其实拍照有时候会因为平光啊、硬光啊，再来是单脸。节目超用心，小甜甜化解紧张气氛。你今天有比上一次来好一点？有，我今天一来我就说，你看妆完全不同，苹果光、珠光都没打。他真的很重视你们节目，然后他说他们肩膀太窄，然后硬要穿个太空棉。真的比较好，没有声音的。他现在看起来很迷幻的，就是。你知道他一直很紧张，他很难安抚，他昨天说怎么办怎么办？今天来的都是艺人，然后我说不会啊，你是红顶艺人。今天有比上一次来好一点？有，我今天一来我就说，田一看妆完全不同，苹果光我珠光都没打。他说没上珠光，对，有，他今天的确比较对，因为我上次真的是收工完，然后珠光很猛的上，你知道吗？然后今天我就几乎全是歌仔戏的。他真的很重视你们节目，然后他说他肩膀太窄，然后硬要穿个太空棉，真的比较好用心哦。他现在看起来很迷幻呢，就是。你知道他一直很紧张，他很难安抚。他昨天就说怎么办怎么办？今天来的都是艺人，然后我就说不会啊，你是红顶艺人。而且我在火锅店打。而且你知道他昨天多过分吗？昨天我在就是在搜狗买东西，要买食材，然后买一买，肯定就跟我说食材在搜狗，他今天要做饭，我今天要做饭，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你等下帮我买一顶浴帽。我说你有事吗？买浴帽。是吗？他因为我们要去吃火锅嘛，他说他买浴帽，头发怕沾到。对，我觉得很夸张这种东西。他就是每次吃火锅就是要戴你浴帽，然后我心想说好，你这样老子帮你买一个最可爱的，对不对？就帮他买一个超级可爱，然后他整个人节奏好奇怪。对啊，说插话也发是有花条在背后吗？其实我认识他那么久，我也还没有抓到他的 tempo， 蛮特别的。Sam， 这个是你的同行。算是同行，只是说我们在表现的地方是不同的地方的。你想跟他划清界限吗？也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你觉得他打太多吗？因为我个人是完全没有做，所以我只能说每个人要求的自我的美感不太一样。你要求的是胸型好看？没有没有，就是其实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是比较着重于在皮肤学那一块，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太多的话，就是可能对自己的皮肤老化。可是人家森田整个皮肤就发亮，对，还有珠光啊，又帅气又漂亮啊。所以 Tony， 这些人都不认识吗？他
只认识你，男生多兴奋啊，从昨天晚上兴奋到现在。所以你被骗钱的对象都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类型的人？就像这两个类型，年纪。真的吗？所以田力都很帅。Sam跟森田哪一个比较骗得到他的钱？应该是他，我觉得。Sam，我是他，有看过吗？Nice。我跟。他把我当长辈了，对，我其实有一点点认识。什么叫一点点认识？就是我们有在长辈的饭局上面吃过几次饭这样子。哦，对，他跟新梅也是闺蜜，对，是。所以你今天没有料到田力带的闺蜜是她，是吗？没有，我以为是那个剪头发的 Tony 老师，就以为哦。所以刚刚遇到这位 Tony 有稍微吓到一下吗？有紧张一下吗 ？Tony 哥。所以田力跟 Tony 做了朋友之后。是他有替你照顾家里的事情哦，他真的是让我很窝心。像我母亲从一得开始得癌症到我妈妈走，他一直在身边。然后我在大陆拍戏的时候呢，他就帮我照顾我妈妈。那是你开口拜托他的吗？没有，是我开口的，因为，田妈妈是我的干姐姐。他还要照顾你在台东。那是因为我最近在那个台东买了一个农舍嘛，因为我现在就是不拍戏，闲暇之余就是去那边种种蔬菜，种种果树什么的。多大一片？两分地，大概一千七百平，靠近一千平，七百平。可以去玩吗？可以住吗？可以。那你那个农舍是要自己住还是要给人家住？我自己住。OK， 就是完全的，就是做很环保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生活。就是那一阵子，因为我不在，他必须要有人帮我，就是翻地，什么什么很多事要做耶。然后他就放下了工作，放下了大概一个礼拜。他自己不是有事要忙？对，就是放下工作一个礼拜，专门去帮我 handle 这个事情，因为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在那。所以你现在弄好了吗？弄好啦。所以你那个农舍有他住的地方？当然有。哦，帮我干嘛去啊？所以这个很厉害，帮闺蜜留一个住的地方，对，很感人呢。就像周杰伦什么那个盖一个对 J 型 building 那一种。可是你这个闺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我认她十几年，但是最早是申东健还在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我们那时候是去她家聚会，我们都在家里聚会，其实我们不太出去玩的。然后对，然后那时候就。他就好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都来，但是他就很好约，就是每次都来。对，他是谁这样？对，他是每次都来，可是他哦，因为他以前跟他长得真的不一样。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哎，干干净净的，然后好像还蛮单纯的，所以变成什么事的时候约他，他都会到，然后叫他做什么，他都会做，就变成他带给我们生活中蛮多乐趣，好揪又好使唤。就是例如，因为其实像我跟东京他们，就是本来就比较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就会觉得整人很开心。那有一次呢，我们就叫披萨来外送，然后他来了，我们就说。你就我们就问他胆子够不够大，他就说他没有在怕，没有在怕。那我说好，那我就把我的吊带裙脱掉，然后就要换上。我说那你等一下就是穿吊带裙。跟你有拼哎，真的。他就穿吊带裙，然后我就叫他开门的时候要跟披萨的那个就是送披萨来说我美吗？就做了，对，他就做了。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觉得哦，他也是一个单身。送披萨来那个人有继续交往下去吗？没有，你们后来有要电话吗？当然没有，那就整个傻眼了，因为其实真的很怪。等一下，康永，你别把那个鸟这样放。穿吊带裙问对方我美吗？他就是要整我，他就是在挑战我极速，就是说，哎，我美吗？然后叫我摆，他就是有制定的 pose， 这个只是就是感觉就是在。那后来有点上瘾了，就是我们连去阳明山，他就说那不然我们来玩大冒险。然后好像阳明山很多地方就看夜景的很多，然后那时候我说那不然你这次到隔壁桌穿丝袜，好有趣。他就很想做这些事啊，他跟谁一样啊？就是在等你们 cue 他啦。没有，因为我个人就觉得有时候他都会激我，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我很听话，内衣就觉得输了，你输了，输了，不是没有啊。不过你们两个一起就可以配套了。我觉得我可以约他，对不对？不是，不过沈伟如他很喜欢剪我的内裤。很奇怪，剪的那个，因为出国的时候啊，剪破吗？剪破，不过是全新的。剪他内裤来穿。好，因为好几次出国的时候有两次哦，那第二次其实我有点不太想再答应他这件事，就是出国的时候，然后他明明就穿的那种上衣是比较可能会比较有一点透出来的，他就
都不带那个小可爱出去，你知道吗？他说你有没有带新的内裤来？我说有啊，这次有带两件新的。我挑一下，我说你不知道挑什么？他要挑花色。他说我要拿来当小可爱。我说你，因为他只要把中间剪开，然后两个袋子套上去，就可以把男生内裤变小可爱。男生内裤可以变小可爱，可以啊，下面教我的，剪掉就是了，就是中间的。不过那是一定。因为以前在节目上会教大家把中间那个隔间剪开，对，剪开，对，内裤旁边的那两个松紧带要留着，就可以套在上面当肩带，当瓶口，然后就变瓶口了。第二次我就说我真的不会借你，你知道吗？他半夜偷偷的开我的箱子给我偷拿，起来隔天起来之后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件内裤在上面？因为我昨天晚上去拿的。如果男生内裤剪开来当小可爱，这个男生如果继续穿就是一个小裙子嘛，是不是？对啊，就是下面就没有东西了，所以交接交接，下面包不住了，所以线就可以自己穿，上身穿胸罩，下身穿小裙子，对呀，是合理耶。男生不能穿，因为你如果穿剪过了，下面就。就很凉的，就会变六鸟不行，什么都包六鸟行，但你还没有，但你还是输了，因为他有蓬裙跟马甲。我之前录影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完蛋，我跟他说，哎，我要一件黑的蓬裙，他说我有，然后我说可是上班上马甲，我也有。你是扮装的吗？没有，那个东西是我们之前在那个万圣 party 在准备的，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他那天在想说他缺这些东西，我就说，哎，我真的有啊，你来这里拿。这些 Tony 都没有，对不对？没有啊，我也很好奇，闺蜜之间，闺蜜之间为什么一定要玩？你没有穿 Tony 的衣服吗？没有，从来不玩这个，拍裸照而已。没有没有没有，也不是。所以你拍裸照是刚好有一天去泡汤。然后是汤屋那种分开的，那我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泡，她一个人独间嘛。然后突然我就想说，哎，因为我想每一个人都想要自己这一辈子有一个裸照嘛，你找谁拍呢？没有机会吗？那当然最亲密的我帮你拍了。他可能没有真的一定要拍啊，田丽的没有，他很愿意，他很愿意。所以你说你跟康哥去拍，就是去泡汤，就会想要帮他拍。我可以帮你拍啊，你想拍的话。我应该还有能力辨认我想不想要。小甜甜男闺蜜超多，为了闪避情感关系。男闺蜜很有用啊。看起来好像都必须要就是同志才能用。其实不一定，真的，我觉得是。基本上我觉得男女，你没有直男是闺蜜。有啊，我有啊。哦，对你很多哎。肯定会有的吧。很多为了闪避跟你发生情感关系，都变成你的闺蜜。最近跟他又比较热络的联系，是因为有一次我其实我发现一个男的，然后他条件什么都很好，然后我就脸书我就搜寻到这个男生，我发现共同好友有森田，我那时候就很紧张。那男生可能就不喜欢女生。对，我就问森田说，哎，他喜欢男生吗？他说他是直男。我说你确定很直，非常的直。他就跟我讲说他确定他是直男，然后他办事效率很好。所以你他根本不是你闺蜜，是你为了这个男的才把森田抓出来。也没有，可是因为我其实同时我也在看他。你拿康熙当你的跳板，就是你要钓男人。没人，我没有，你不要这样子的，就误会。就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哎，那如果他有女朋友，他就跟他单身一年多了，我就觉得哦很棒。后来他办事效率超好，这个男生隔天就加我的那个微信。嗯，好快。然后呢？然后他就马上一个礼拜就帮我们约出来吃饭。哦，这个闺蜜不错。然后后续就一直电影，然后什么，然后到他家去玩，所以他的就是所以算是进展顺利，还不错啊，昨天有一起出去吃饭了。哦，还有，对，不错。所以接触真人之后是 OK 的吗？就很 OK， 因为他很特别，他得很特别才会喜欢你吧？特别蠢吧？特别，但他蛮特别，因为他说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不要讲身材，就我的脸很正。但是特别瞎吧？不是。甜甜，你为什么看过森田的裸体？不是，因为他们家其实很开放，是因为他们家跟他工作室是一起的。然后他的厕所真的很离奇哦，就他厕所里面有更衣室，然后有聚宝盆，有水晶柱，然后又有马桶，就是很复杂。所以他是等于开放式的，就是他们家如果客人歌仔戏排练室吗？哦，有戏服，去有戏服。对，然后他是开放
式，有时候进去聊。开放式，对，就是他们就是没有门。我们那一间隔间真的特别特别大，真的就是一间房间，可它却是厕所。嗯，他的门他就不锁的，然后所以他在洗澡的时候，而且他就是一副很也很欢迎光临。然后我就问他，有一次我就到他家，然后找他，问他在哪，他说在厕所。那我就很下意识自然就把门打开，但是他在洗澡，可是。打开之后，他就是整个裸体都洗澡，让他员工也一起看，就整副在外面这样，就不小心看到。对，但他还很自在啊，我就是觉得。那森田就是一个爱露鬼啊，他就塞好，他蛮爱露的。你知道他的工作室，人家要么就贴一些，例如招财进宝啊，或者是什么那个符啊，他贴好多他的个人的写真，然后就招财进宝。我倒会招财进宝，可以啊，就是这种自信嘛，对不对？应该是驱邪吧。所以你的裸照也招财进宝吗？没有，没有裸照，没有裸照。觉得再聊一下就会带坏很多电视机前面的女人。我们早就是这样子。好清楚啊，因为有很多坏男生啊，会利用她是姐妹，然后故意跟你们是说，哎，我们是闺蜜，结果她其实是个直男。因为年轻人他比较不太去分辨。好像听说过有一些人会假装是闺蜜。对，所以啊，我们能不能就不要一直扯在那个小鸟的那个话题上？可是我还没有问 Jimmy 刚才那个故事啊，你还是要聊这个小鸟的事情吗？可以先让我们聊一下。所以林伟君跟 Jimmy 接吻是什么事？没有，我们就是和谈的，对，我们就常常聊天，或者是说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久久会消失一段时间，他会消失去工作，对，就工作忙或者是出国，那回来就是很久没看到他，看到他就很开心。那因为我们碰到就是爸爸也是会一直聊不停，对。那我的个性就看到他，我就都或是助跑，然后跳上去抱他。然后我还接得住。对，然后我这么瘦，我还接得住哦。熊抱对，然后就会这样，就亲嘴唇，就这样。对，就是打招呼的方式。然后被那我还抱得住。没有哎，不会啊。对啊。所以你没有跟双方立场这么明显。对啊，就算被拍到，会有人觉得我们两个是一对吗？对啊，不会。没有跟 Jimmy 被传过，不怎么可能。跟我是最安全的。对啊。对，就是我跟他在一起，感觉比较像是他像妈妈，或者是对，就是他会一直念我。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觉得感情受伤，或者是比如说哦，媒体报道让我受伤，然后我去找他，可能就只是诉诉苦，或者是找个人陪。但是他就是会很直接的，就是噼啪，然后跟你讲说你的问题就是什么，我觉得你就是应该怎么样，要不然我只能给你两个字，叫做活该。可是你放他歌，然后就去放他歌，然后就是你也没改。可是我说真的，当你真的把一个人就是当是交心的朋友，朋友。而且友谊不会那么脆弱。比如说这样说完以后，他就一辈子生我的气，老死不相往来。可是欣赏他就是，他反正就是这么笨，这么执着了。他反正也听不懂。那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那我也有我的缺点，他也都如果能忍受，都把就是我们就继续吧。就念归念，但是我们还是尊重彼此的本性。对啊，有些闺蜜意见不合，归不合，有些闺蜜就会吵架，我觉得肯定啊，然后就分了。我觉得好朋友是越吵越好。对，如果只是因为这样意见不合，然后拍拍屁股，拜，不要你这个朋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友情，你们的那个根基也太脆弱了。对，就是你会知道说他讲的当下是为你好，那很多东西我会去想，就是调整，我当然还是会做调整。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意见不合的东西，可能就跟他讲啊，你就不在这个圈子，有时候就不能这样子做，有时候我这样子做反而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反正你没怎么做，反正地球是圆的嘛，反正只是你有问简历，他肯定会叫你要出去跟他。你觉得不用被欺负是不是？谁敢欺负我？对，也是。谁敢欺负我？你没有被人家乱写过？写过啊。然后你有那怎么样熟？你有出来讲吗？写到不对的，我会找到证据告他，然后我就赚钱了。哇，对，你有被写过很可怕的事吗？也不是说什么很可怕的事啊，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大家媒体就是可能就是下笔的方式没有那么友善，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些东西我自己反而是我自己很释怀，然后是他还不释怀，他还是觉得说没有不要太过分就是对，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啊，这圈子就是这样，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干嘛这样子？所以伟如，你跟 Sam 聊的事情是什么？你的感情生活吗？
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好处，就是基本上啊，我们对男生有一些疑难杂症，就像感情上的问题，其实他们真的都很了解，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男儿身嘛，所以他们对男生的那个点，我是男生，对，男儿身，他们就是对男生的某一些点，他会给你很好、很精确的要你怎么去做，他确实知道男生想什么，知道，因为他是男生呢、啊，对啊，你的表情，高阳的表情，搞得清楚男生在感情中的态度是什么，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男儿的体态跟脑袋啊，所以他是很清楚男生会在意哪一些点，你该怎么去跟他说。这里已经，那我每次去试，其实都还蛮有效。讲一个例子，他举过什么建议？像之前我就是跟甜甜一样，有在感情上面有一些问题，然后就会像讲说，哎，到底什么时候要打，什么时候不要打电话给这个男生？这个问题。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先不要临危不乱，先叫我等个两三天。你不动我不动，对，你不动，对，他就说要先以退为进，那每次都敌不动我不动，他们就真的有没有。叫他先观察那个男生的社群网站的动态在做什么，对，观察好的话。时机点到了再下标，对，好，然后再进去，可能先回下标，下标，临时传一两个字或两三个字就好了，然后就是你也不要一两个字要怎么传，比如说在吗？表情符号，对，他跟我讲说，纵使你很想这个男生，你也不能表现出你很想要得到他。对 ，Sam 自己是很会。把人家玩弄于股掌哦，没有，我就是跟因为我太单纯了，所以呢，我会把一些想法呢，就是用最原始的想法去跟他讲，因为有时候你把事情你很单纯吗？真的离席了吗？他说你是单纯的，单纯的，然后自己单纯。就认真投降，就不是一个笑脸，你们就是你们就会传一句话过去说随便你怎么对我，我都愿意接受。然后再过两天说随便你怎么对我，就说哈了嘛，对不对？就没办法啊，就是嘛，因为他们就一副找死的样子。真的，那这样男生反而会觉得说哦哇，捡到便宜，就是原来你可以任我见他，那我就见他，真的当备胎了。哎，不是 A 的问题，是你们自己，你们已经没有尊严了，你们这是请求离席了，我实在聊不下去。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才对？对啊，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维持尊严了。台湾的新生代，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都？所以你觉得他们太不会对付男生了，对不对？不是，怎么 EQ 怎么变这样了呢？是因为其实我也会问，然后我前阵子问了仁甫哥，说要怎么传这个，因为我们一起王仁甫，因为我们一起主持一个节目，我就问他，他什么时候也会这样？因为我一直问他，他就是我就问他，可是后来我就觉得不合理，但男生是觉得这样很 OK， 反正因为。就是要，他就教我说，例如说，你看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就拍给他，然后因为他喜欢海贼王嘛，我就传给他，然后他就真的勾起他的兴趣，他就说，你怎么那么多的海贼王？你是代购啊，你拍海贼王。然后仁甫哥叫我回说，你要跟他讲说，我就是你的海贼王，跟我一起登船吧。我说真的假的？真的船。结果重点是，然后仁甫哥说他会回，就他真的回，他就说海霸王。然后仁甫哥跟我讲说，来回他说。All you can eat， 他就回啊，然后我就说怎么办？他说仁甫哥说你不能输，你就跟他讲说，我已经帮你预约好8点跟你一起登船，切记 All you can eat。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他的随便吃到饱的人，这个不行吧？这不行，这个直接。那后来他怎么对付你了？打5个点啊，点点点点，就没了。5个点。甜蜜，你觉得有男生有这个功能吗？男闺蜜？也看这男闺蜜他成不成熟。他自己本身够不够强 ？Tony 有这个功能吗？有，他可以告诉你男生在想什么。他根本就不用。我觉得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哦，是两个时代在对话。现在的那就是 all you can， 所以他们那时候也是放太开，是不是？对，真的。你们那时候比较矜持。你会说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吗？我会去捡橘子。可是你没有女闺蜜吗？也有啊，所以她那边就站了一个。所以 Tony 作为一个男闺蜜，跟那些女闺蜜的差别是，就是她真的是会以男性的角度分析一些事情。男生还是说话比较直接，她真的男生是真的会比较了解男人。姐妹会比较怕你受伤，所以会讲好听的话。也不是男闺蜜不会耶，会比较直接。所以你也觉得男闺蜜有用？
男闺蜜很有用啊。嗯，所以看起来好像都必须要就是同志才能当男闺蜜。其实不一定哦，真的，我觉得是。所以你们基本上，我觉得男女，你们有直男是闺蜜？有啊，我有啊。哦，对你很多哎，肯定会有的啦。对，很多为了闪避跟你发生情感关系，都变成你的闺蜜。所以男闺蜜听起来有一点用，那有，反正大家要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提供一些男性的角度。然后今天很谢谢你陪我，然后谢谢田丽来玩，谢谢，谢谢大家，下次见。